起创造 history， 请你睁开你的眼睛。你觉得呢？你是陈青吗？你是吗？弟弟要来，你怎么都不先说？他东西超多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就这样子哦，拜拜。喂。其实我这里有室内的，可以。现在我爸娶了你，是我们两个现在兄弟了。相信我，我也不是很愿意，但是为了他们两个的幸福，所以我们在他们面前必须维持良好的兄弟形象。啊，还有一点，我绝对不能被学校退学，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帮我补习，你知道了吗？这是你拜托人的态度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行李箱你可以打开，帮我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出来，放在我们该有的位置上。我回来的时候检查。哎，对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工作。你有9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整理，加油。我没有说答应要帮你整理啊。哥啊，你应该听得懂中文吧？我再跟你讲一次，这些东西呢，不是要求，是命令。
来了。嗯，人呢？你找我啊？那个，我是要跟你说，你要住在我这里可以，但是我们要订一个生活公约。生活公约？第一，就是你那个衣服啊。不可以这样子乱丢，我昨天已经帮你整整齐齐的全部都放到柜子里面了。哥，我们好好相处。哦，那你那个杯子，你喝完要洗啊，那个是甜的，你不可以就这样放在那边啊。我都知道，但我做不到。就那个艺人澄清啊，真的假的？那个澄清，你们变兄弟啊？骗你干嘛？那根本就是BL最梦幻的组合嘛，好开心啊！开心什么啊？你都不知道他超麻烦的。那你们昨天晚上？有没有？昨天晚上就睡觉啊。睡觉？好了啦，福梦梦，不要再乱想了。有什么关系？反正你又看不到，我觉得你们超像郑源跟华信的 ，super play 的耶！郑源，我叫陈清跟陈清 CP， 合成 C， 合成，不想理你，合成，是陈清耶！你怎么这么早回来？听到收工就先回来了，跟你朋友啊？嗨，你好，我是陈星。帝王宫是真人版呢。哦，差不多刚回家了。好帅呀、哦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啊啊，还早啊！走了、啊。哎、欸，陈星，我是梦梦啊。哎。下次回来要带朋友，可以提前说一声吗？下了工回来还要笑脸迎人，很累。哦，这才是你的真面目吧？下午那张笑脸真的很恶心。所以你怎么说？欸、你干嘛、啊嗯？你要吃不会自己装哦。哎、欸，有点爱心好吧？你们艺人都这样子，不怕我就爆料。你去啊，看他们会相信谁的话。喂，小明哥，所以那案子怎么样？啊，没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麻烦小明哥了。嗯嗯，谢谢。嗯，拜拜。
哎，陈教授上礼拜发的讲义，应该会是期中考的范围，你自己看一下，笔记在最后面。哎，我今天没办法，我要读剧本。哎，明天七点半就要起床，我有必修课要上，不能迟到。你不会自己设闹钟啊？设闹钟有用的话，我叫你叫我起床干嘛？好啊，那你就睡过头啊。哥，东西先拿走。这么晚睡啊？日记要盖好，以后会感冒。这样比较好。你怎么睡在我身上啊？让我睡一下。都七点多了，你不是要上课吗？30分钟吧。起来了，起来了。创造 history， 请你睁开你的眼睛。我要当阿姨了吗？还是干妈？快告诉我新进展。有事吗？谁会想要这种弟弟啊？哪种弟弟？腹黑公、傲娇公，还是总？高，福梦梦，这家伙一定是一个双面人又无赖，他应该是别的星球来的吧？都敏俊啊，都是我妈的，
自己交男朋友幸福，却留一个大麻烦给我。对方可是澄清耶，多少人想要这个机会啊？最好是。那我从明天开始，可以天天去你家吗？澄清，可以帮我签名吗？是澄清。好。我也想要你的签名。像你今天这样上课不专心，之后考试肯定不会过。重新开始一个学期，你就努力一点，认真一点。你有没有在听啊？好啦，知道啦。你有没有听懂？有啦，你先吃饭好不好？东西都冷掉了，你不吃我吃哦。传说中无聊到会帮所有鱼取名字的人，这哪里无聊啊？这很可爱。无聊啊？那这是叫什么名字？这个，小红。小红。小红啊？它是黑色，你叫它小红。它尾巴是红色的啊。它尾巴也是黑色的啊。你在看哪一只啊？那只啊，现在在水槽后面那个。对啊，对啊，小红。算了，他们吃饭了吗？还没啊，我都睡前喂。饲料给我。你要喂哦。对啊，没有喂过鱼。不要倒太多，他们还很小。哎。
不要再做这些。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就算分手了，我还是可以关心你吧。这样子跟分手有什么两？这样子跟没分手有什么两样？你真的不会吵架哎、欸？哎呦，不然你再挑一个啊？你确定？嗯，我那这一场，这个行不行？不是自由生，还要看这么久？来啊 ，OK 啊，可以哈。准备好啊？请。现在无法看到托尼想找你。这是我跟托尼他。你以为我会升上去啊？那后面还有排戏，不用这么认真，好吧？只是排戏。哦。那你这样有练习到吗？没有。哎、欸！哎、欸！你生气啊？哎、欸，你干嘛生气啊？你又真的演得很烂啊！不知道他们现在进展到哪了。再溜一下要回去喽。啊！这么早回去要干嘛？回去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，明天还要小考哎、欸，你念完了？我问你哦，读书对你来说真的这么重要？当然重要啊，好好读书才可以考到好的学校，有好的学校毕业以后就可以找到好的工作，这样有稳定的收入，稳定的生活。不是很好，是没错啦。但你看哦，像我现在拍戏，还有在唱歌，这些通通都是我的梦想。重点是我每天都很开心。至于你说的稳定的生活，我想我不会输你。真好。我跟你讲，你是很像我爸。他也是一个只注重读书的人，但是你不觉得人生这么短，我们应该要花更多时间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吗？你看，像他，虽然这么会读书，有一份好的工作，有好的收入，他也不是单身这么久，直到遇到你妈，才真正找到幸福。所以我说啊，真的不能只会读书。知不知道啦？快回去了。哎、欸，你再玩一下啦！我要跑、啊，你上。我玩，快点啦！我教你啦。不敢啦！啊，别这么胆小好不好？快点。那你扶好、啊。好。直接上吗？对，直接上，直接上。然后嘞？身体小心些。你手给我。不会跟哦，所以说我平衡感是不是还不错？好啦，算是有点运动细胞。小心点好不好？不行，我先下。啊，我过去了。
梦梦是你女朋友吗？才不是嘞，我们国中就认识了，她就像我妹一样。是啊。你最近跟你爸还好吗？像我的样子啊，今天有没有他？没有了，因为我妈，也就是你妈，叫我们要互相照顾啊。你们一人拍戏是不是很累啊？还好吧，应该说我也习惯了，不就那样吧。那好玩吗？好玩吗？有时候还蛮好玩的，但有时候也很无聊。那你最近要忙什么？其实最近我也不很想要接的片，不管是角色啊还是团队啊，我都非常喜欢，只是他离开台湾一阵子，所以就不行。听起来不错啊。能够离开一阵子那也挺好。演员是谁啊？我哪有心情听你说啊？怎么会有人生活这么有障碍啊？然后呢？然后啊，是有人半夜上厕所，居然不关门又不开灯，老师把我吓个半死。而且洗完澡他居然不穿衣服，浴巾还乱丢，真的很难理解。你们好精彩哦，根本就是一本小说嘛。你家还缺打扫小妹吗？我报名，选我选我。哎，真的？他们在我们学校。哎，我今天有在学校看到他耶。屁呀，不可能。真的啦，我今天有在学校看到张。真的有看过他吗？真的有看到。哎，你看。
陈清，我可以给你拍张照吗？不好意思，今天比较不方便。哎，可是我们很少在学校看到大明星哎，拍一下不会很久。拍张照还好吧？他很喜欢你。没办法。哎，你拽什么啊？好啊。这边学校，我只想好好当个学生。拍张照。大家都同学啊。拍张照。哎，干嘛啊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上课要迟到了。明星打人啊！打完就要跑是不是？走了。不要跑！你干嘛在学校跟人家起冲突啊？哎，你也看到了吧？是他们跟我起冲突哎。那你就不能低调一点吗？我已经很低调了。低调不是这样子的。你在学校，你说了我都懂，我也很努力在做了。明天起不用设闹钟了，我会叫你。嗯。喂。阿和，我有买早餐哦，我现在拿过去给你。不用了，等一下见面再给我就好了。还早啊，而且我有买你最爱的饭团哦。我怕有点不方便，不然我待会问问看陈清。问我什么？梦梦说她要带早餐过来。好啊，我肚子刚刚饿。来了再叫我，我再睡一下。陈清，这给你。谢谢。真的吃饭团哎！嗯，这是阿和最爱吃的哦，他可以去吃一个月哦。真的假的？嗯，这真的很好吃啊！欸、你赶快吃啊，差不多要出门了。哦，你要去哪里啊？逛街、看电影、放放风。听起来蛮有趣的，我要去。好啊！不要。为什么？你不知道，跟大明星一起出去很危险的。搞我、啊！小事，你的衣服借我就好了、啊。你的衣服这么安全？我的衣服？不要担心啊。不好吧？哎，可以了。我可以帮你吗？我来帮你哈。怎么了？需要我吗？
到食物哦，有葡萄哎。对啊，早上才买的。哇塞。阿基。哦，你今天这样跟我们出来，不会啊，蛮好玩的，总是轻松自在。哼，那就表示阿和你比较一直躲开。哎。听见城市在偷偷许愿，湛蓝的天空里面，北极画出了弧线，好像你深情凝望的笑脸。缘分传递幸福的名片，一秒拉近距离的光年，想和你静静坐在屋檐下谈心聊天，有一种认识好久的感觉。对啊，我要唱第一个。你怎么突然拍人家丑照啊？好帅。小小的心动就像夏天一来冰淇淋。怎么会有你？你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拍电影啊？对啊，都不够。我在帮你准备吃的。哇，好真心啊！不错，继续保持。那帮我拍一个。哎呀，你要拍你又不上相，浪费我们精力。啊，我帮你们两个拍啦，我一起好不好？啊，只是不想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来去拍了，快快快！哎，闹什么脾气啊？哎，闹什么脾气啊？哎，闹什么脾气啊？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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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要这样欺负阿和啊？不要闹脾气啊！好啦，我帮你们。少三者这些哦。今天没有时间买了，你赶快挑一个。啊。啥是神准是饭团，自己东西自己收好，不要弄脏。当过去是什么？起点在哪？如果非得怀抱着理想，才不知显得步履蹒跚。若已是累了，也只能凌乱。当你。当时间
弹错哎。我知道，但是很好听。你还没吃吧？还没，刚收工。你呢？还不饿。是吗？我把饭菜热一热。哇塞，这么丰盛，全部都你自己做的？也没有全部了。你真的都没有吃了，还是你故意在等我？这什么？李澄清的。李澄清的。哎，你不可以看啦。你什么时候喜欢澄清？我怎么不知道了？感情这种事情，说来就来。真的假的？我不要，你自己给他。哎，拜托了。如果帮我给他，我会很难过。那有这么夸张啊？有。好了，我帮你给他。真的吗？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那我先去赶客。拜。礼物，给我的。谁给的、啊？你自己看啊。哦。真的假的、啊？什么？你现在在开我玩笑，还是在弄我？什么啊？你有被害妄想症？人家一片真心，你干嘛说成这样？好，好什么？在一起吧。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其实不用那么。你在做什么啊？不怕是不是？干嘛啦？你干嘛生气啊？还是你觉得太怪？我跟你告白，你亲我干嘛、啊？你跟我告白关梦梦什么事啊？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自己写的、啊。下车吧。所以现在怎么样？你没有话跟我说吗？所以你是因为我刚亲了你在跟我生气？不要迟到了。刚那个情况，任凭是谁看到那封信都会误会啊。就算是误会，你也不能这样随便亲人啊。我在你眼中是随便的人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我会亲你，是因为我喜欢你。我们是兄弟耶，我们又没有血缘关系。那如果被爸妈知道了怎么办？关爸妈他们什么事啊？重要的是你跟我。一句话。
你喜不喜欢我？我不想谈恋爱，我只对江湖。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我是认真的。我不能接受。你是第一个能够让我不顾一切、不嫌弃的人。你好好想想，不用急着给我答案。过去的你太温柔，温柔地抱着我，却只是一场梦。以为我有勇气承受梦醒了之后的空洞。过去的我太温柔，投入你的怀中，现在剩下什么？怔怔地看着我，你却无动于衷。你干嘛啦？干嘛生气啊？我会亲你，因为我喜欢你。我们是兄弟耶，我们又没有血缘关系。放不下，迟早也该放下。没有理由。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我是认真的。美满到结局，我不能接受。让你累。慢慢一起创造 history， 是你睁开你的眼睛，太温柔温柔地抱着我，却只是一场梦。以为我有勇气承受梦醒了之后的空洞。过去的我太温柔，投入你的怀中，现在剩下什么？怔怔地看着我，你却无动于衷。过去的我太温柔，投入你的怀中，现在剩下什么？怔怔地看着我，你却无动。你昨天告白怎么样？他有答应你吗？我不想跟你说话，你离我远一点、啊、你再不告诉我，我自己去问陈清哦。问什么？你今天是弱气功耶，好帅呀、哦！为我今天很低调。那个陈清，你们昨天是不是有发生什么啊？我刚刚问阿和，他都不跟我说，你跟我说好不好？昨天啊？嗯。没有，没有发生什么事啊，就跟平常一样啊。怎么会？嗯，感情不单纯呢。同学安静哦。老师说，
不好意思，请问现在在第几章？第五章。谢谢老师。风和，我们能聊一下吗？这题我已经跟你讲过很多次了，如果你还是不会，我建议你先跳过，比较不会浪费时间，浪费时间。原来你认为我跟你相处的时间就在浪费时间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要一直这样嘛。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在做好一个哥哥该做的事情。哥哥，你明知道我要的不是一个哥哥，你可以不要再欺骗自己了吗？我们只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？那你昨天为什么要睡沙发？到底知不知道我到底要的是什么？我只是把你当成弟弟在关心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只要问你最后一次，你真的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什么感觉？像我对你那样喜欢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
我跟他到底，是你深藏的爱情的哪里？不管在哪，可怜的回忆，傻到不行，想起的终究还是你。全心全意尽心尽力深深爱你，怎么还是触碰不及你？如果你不曾闯进我保护很好的空地，废话就别说了，我整理我的遍体鳞伤，我跟他到底，是你深藏的爱情。来找我干嘛？那个陈清，上次风和给你的情书，其实是我写的啦。对不起，你不要生气，也不要怪他，我不想看他难过。他能有这个朋友，真的幸运。但有些事情。是我们两个都没有办法改变的，所以你不用想太多。那拍戏加油！谢谢。把送完到了，谢谢。阿和，对不起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
我不是故意的啦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你能原谅我吗？这个我真的学不会，真厉害了。你好。嗯。好。嘿嘿，走吧。哥，好好相处。我会亲你，是因为我喜欢你。我们是兄弟耶，如果这是你想要的话，我离你远一点。向前走的话，能不能不被过去啊，真的都没有看我了。但过去是什么起点，在哪里？如果非得怀抱着理想，才不知显得步履蹒跚。若一时累了，当你呼唤我片刻的信仰，我不知停泊，远去了。当时间经过，我频频回首，你不在了，在了。还是不听觉得慌张，看不清生命的方向，有时也想提早退场，只能这样叫心底胡乱成为信仰。
工作都好吗？老样子。找我干嘛？那个，恭喜你，考试都过了。简单。你呢？应该都过了吧？笑什么笑啊？见到你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很想你，我想清楚了，习惯是可以改变的。我们一起生活吧。的信仰，我不知听。